占据了高速加速轮盘，哦，占据了高速加速轮盘，左右在那边摇摆。天翼战神，哇，停下来了。刚刚地狱三头犬打得很成功，说这次天翼战神有一点小失败。那这个是万象宙斯，万象宙斯卡住了。哇，你没有卡好就用就要去？怎么会直接用？对，直接用到里面去了。你要亮到最后面，然后对准，有对准吗？3、2、1，讲到准。哇，这是黑色的万象宙斯。对。哦，万象宙斯的旋转非常高速，哦，比那个加速轮盘还要快。它上面带着火焰一般的旋转招式，哇，高速的旋转，被它打到的人一定会飞到外太空去啊！啊，战斗吧！哇塞，还有旁边两个加速轮盘呢，这是超级竞技场哎。对呀。嗯。这是超级竞技场。对呀，这是战斗陀螺专用的。是战斗场。耶，然后耶，那你要拿去学校玩吗？不行。不行哦，为什么？会裂开，而且太大了。裂开，又裂开了。那你会组装吗？你会修理吗？加油，要对准哦。哇，你爆裂了啦！对啊，跟你说。它爆裂开来了。哇，末日邪神它爆裂开来的就是变成这样子。3、2、1，战斗开始。哇，这个是什么神啊？